哇，侏罗纪世界恐龙大决战开始啦，真系好激烈啊！唔知边一只恐龙嘅实力最强呢？睇下以下落嚟嘅介绍，你就会知道噶啦。Hello， 你好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绍就系《功夫英雄：侏罗纪世界》嘅恐龙。首先，你睇到呢只就系暴龙啦，全身由头到尾都系深啡色噶。呢一只就系迅猛龙小蓝，佢身上有蓝色嘅花纹，好易认噶。红色呢只就系火盗龙啦，橙色嘅角同埋蓝色嘅尖尾巴就系佢嘅特征啦。跟住就系巨兽龙啦，佢有好突出嘅牙齿，背部嘅脊椎系比较突出嘅。依家就嚟开箱，睇下佢哋有几威猛。依家开紧嘅就系迅猛龙小蓝，佢蓝色嘅身躯加上黄色嘅眼睛，令到佢好吸引。擘大佢个嘴就显得更加凶恶啦。佢行动迅速，身手非常灵活噶。佢身体非常之柔软，可以将佢嘅身体任何每一部分都可以拉长三倍咁长噶。睇下呢个姿势系咪好吓人呢？佢身体内藏特别物质，所以挤压出嚟嘅时候，你就会见到一个奇异效果啦。依家拆紧呢个包装就系暴龙啦。佢一般嘅身形都系非常之庞大，所以系特别凶猛噶。睇下佢个口可以擘到好大噶，佢嘅身体非常之有弹性，你中意点拉佢都可以噶。每拉远一下，佢嘅身体都会迅速还原。佢嘅身体里面都系有一啲特别嘅物质，轻轻咁挤压，你就会见到噶啦。睇下几特别。另外，佢个头都可以俾你360度任你转噶。依家拆紧呢个颜色咁鲜艳嘅恐龙，就系叫做火盗龙啦。火盗龙系一种个样类似鸟类嘅恐龙，前臂睇起上嚟仲好似一对好细嘅翼添啊，个头可以360度咁转，仲可以擘大个口添啊。虽然个样似鸟类，但系佢都好凶猛噶。依家又嚟测试下导火龙嘅弹力啦。你挤压佢嘅身体嘅时候，你会见到佢身体里面有一啲呈现蓝色嘅物质。睇唔睇到佢背脊啊？系咪好特别呢？跟住拆紧呢一只绿色嘅恐龙，就系叫做巨兽龙。佢背面凸起嘅脊骨，加强佢嘅战斗力。一擘开口，巨兽龙睇起上嚟就非常之凶猛啦。巨兽龙嘅身体亦都有佢独特嘅物质，轻轻挤压一下，你就会见到噶啦。你可以挤压佢身体唔同嘅部位噶，
个头亦都可以360度咁样旋转，令到佢睇猎物更加清楚。佢都系弹力十足，可以任你拉任你扯，唔会变形噶。故事书功夫英雄侏罗纪世界王者恐龙争霸，你都一起来加入这个斗争吧。